啊，算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啊？为什么还得？好吧，那就。Plan B。好，那我们要讲的是那个。没有场，台中没有场地怎么办？然后自我介绍，就是我是一个吃了这食物写乐色代码喝口渴写扣很快乐的人。然后这位是那个 RSG， 就是一不小心两年没办活动，前 S A 窗口真的不好意思啊。然后，然后其实我今天本来讲 PL， 然后可是那个就是早上大前辈都说英文很重要，然后我用英文写 proposal， 可是发现那个我 proposal 没有被接受。后来我问了我朋友，好像用英文写 proposal 都没有被接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超神奇的。可是其中一位朋友就表示，我就从 OSD 下我就上了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生气，然后我就很想哭这样，所以我都要来讲个 Lightning Talk。对，然后最近来台南，常最近说了什么？听说台中很缺场地，场地都不在市区里面，所以没有场地，没有场地，所以我们自己做一个。然后我们的场地叫 Hackbase。然后这个故事要从我们台中金这一组开始，就是大家有玩过地产大亨嘛？然后首先那个在某咖啡店的聚会，就有两个朋友这么说 ，S 有东西叫 Hate Space， 然后这位家伙就这么说了。我家在靠北，我最好是这样讲。然后我家在台中黄金地段有一间多出来的金店面，就跟家人要来用用看好了。OK， 这一定是哪里误会了哈，好，我们再去看。然后因为就在那个英语商圈二楼某间咖喱的二楼，所以我们要0S2F， 所以就是使用敬畏嘛。然后问说什么是 Headspace 呢 ？Headspace 是一个聚会、工作、创作、发想跟自己家，发挥社群力量，有钱出钱，有纪律出力，有闪光帮忙做好吃的手工饼干。然后第零是黑客松，就是我们把那个原本的东西全部拆掉，就原本有一堆。就有脏话，然后拆掉，然后违建。重点是我们去吃了咖喱。没错，吃咖喱。然后第二次配电话花卉，第一次 Chris Saki 就上手。然后这个叫花火大会，是因为你要配电，如果配实在就会蹦。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手动贡献那个你们想，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想许的愿望呢，就是我们开个 GitHub， 就是 log TW Headspace， 那里面有那个许愿清单，可以自己许愿。然后只要正确利用，就肯定能达到美好的事物。然后你的基地就是我们的，所以说加入我们，谢谢，来。